有一天 Mr. 大姑头走在路上，天气真好啊，时从远方走来了姑姑宝贝。是我心目已久的姑父宝贝吗？来哦来哦，来买花哦。这里刚好有卖花的。老板，给我一朵花吧。100万。什么？一朵紫荆花竟然要100万？算了，为我心爱的女人，100万值得。宝贝，小姐，这是我最喜欢的花，希望你喜欢。什么？紫荆花？难道不知道我最讨厌这种花吗？什么？你竟然讨厌我？最讨厌我最喜欢的花？你还顶嘴骗？既然这样，那就慢慢给你打好了。如你所愿。才两下就扑街了，真逊。这时突然有一个姑姑婆婆走了过来。哎呀，看有一个少年人倒伫遮，哎呀，生甲真难斗呢，啊啦，我把家己救起来好啦，小姑来了。发生什么事啊？少年人，你拄仔昏去伫遮呢，你敢知？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哎、欸，你看，你看，那个该不会是我们照片上一模一样的人吧？真的，一模一样，应该是老道叫我们抓的，应该没错。走走走，我们过去把他抓走。老板，我最喜爱的女人被抓走了。阿妹 ，Oh my god， 阿妹，我把我的香菇送给你。嗨，猴子。
我也不知道。难道你就是传说中女泰山吗？嗯。那你太会了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你愿意帮我救我公公姑姑公子吗？我不想哎、欸。为什么？没有为什么。那我给你6300万，你愿意帮我吗？好吧，好吧。感谢，继续走吧。于是这三只动物加上一只香一朵香菇，组成了淘汰香菇团，前往魔王岛拯救姑姑宝贝。哇，好大的地壳堡！你终于来到我们地壳岛了。这两只坏姑姑仔，快交出我的姑姑宝贝！啊，你在干嘛？想造反哦？你要先打败我们，才能救出你的姑姑宝贝。难道你不知道我两只打抗生素的动物吗？超级实力强的哦。打抗生素怎样？我有打，奇怪。我两只呢。那就来啊，你的姑姑掉了。既然这样，兄弟们别那么好看。经过了一番打斗后，